新疆在教育营幸存者控诉在营中遭非人待遇。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1月27日，美国之音报道。29岁的维吾尔族女子米娜说，她无法忘记2018年1月的一天，她被蒙上黑色头套，手脚绑上铁镣，带到一家医院。脱光衣服任人检查后，她被套上一件蓝色的囚服，上面写着她的号码54号。一名中国官员告诉他，这种囚衣是专门给那些可能判死刑的重犯穿的。54在汉语里就是我死了。米娜通过一名翻译说，我很害怕，我想就是这样了，我会死在这个营地里。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一场关注新疆人权状况的新闻发布会上，米娜回忆起过去三年自己在中国三次被捕、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难以抑制悲伤的情绪，几度掩面哭泣。现场的听众也眼含泪光，会场上不时有轻微的抽泣声。根据米娜的讲述，她所在的210号监牢是一个建在地下的牢房，没有窗，只在屋顶上有一个通风的小洞，四面都是摄像头。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大约关了40名妇女，最小的17岁，最年长的62岁。米娜认识其中大多数人，他们是他的邻居、老师的女儿、医生，都很多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每天清晨五点，他们在尖锐的铃声中起来，早饭前，他们要歌唱赞颂共产党的歌曲，重复习近平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被捕下来的人不能吃饭，要挨打。每天都有新人进来，屋子里越来越拥挤。三个月后，他离开的时候，37平米的小屋里挤了68个人。晚上睡觉时，十几个人站着，其他的人侧卧，每两小时轮换一次。米娜常常在暗夜里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犯了什么罪，要受这般非人的待遇？难道只是因为我在国外生活过，会几国外语，他们就认为我是间谍吗？那三个月里，当局反复问讯米娜，她在国外和什么人接触，参与过什么组织？她体验了老虎凳钻心的疼痛，被迫服下不明药物，生理和心理都受到巨大创伤。米娜说，我想我宁愿死掉，也不愿受这样的折磨，我求他们杀了我。最让他觉得恐怖的是目睹狱友被折磨致死。米娜说，不幸的是，那三个月中，我目睹了有9个人的死亡。如果我所在的小监牢，这个小县城里的210-210号监牢里，三个月中就有9人死亡，我无法想象全国会有多少人死去。研究人员估计，目前有大约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被中国政府大规模拘禁。直到今年10月前，中国官方否认这些营地的存在。此后，他们宣称这些营地是教育培训学校。来自26个国家的约300名学者签署并发布了一份共同声明，谴责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呼吁国际社会对那里的大规模侵害人权行为采取行动。学者们向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提出了7点建议，包括呼吁发布官方声明，要求习近平和陈全国立即废止教育转化监禁系统，释放所有被拘禁者，要求对相关中国官员和科技公司实行经济制裁，加快授予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政治庇护身份，不得将已经来到海外的人遣返回中国等。今年，米娜和两个孩子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的大儿子没能和他们一同前往，因为米娜在第一次被抓后不久，这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也就他大儿子，就在乌鲁木齐的一家医院离开了人世。以上是民进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谢谢收听。北京政府将红通家属当人质。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1月27日， BBC 中文报道。中国外逃人员的三名美籍家人自今年6月起被中国政府禁止出境，已被当作中国海外追逃的人质。纽约时报报道，中国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前党委书记行长刘昌明的妻子及两名子女被限制出境中国，三人都拥有美国国籍，其中一人在美国出生。
刘昌明是逃往海外的天网百名嫌疑犯之一，被控违规放贷近100亿元人民币，自2015年起被国际刑警组织以红色通缉令追捕。刘姓姐弟认为，中国政府希望以限制他们出境中国而向他们的父亲施压。今年6月，刘昌明的女儿辛西亚及儿子维克多陪同他们的美籍华裔母亲山卓到中国探望一名生病的亲属。辛西亚是麦肯锡咨询公司纽约办公室的员工，而维克多是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大二学生。他们是在中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都使用了美国护照入境中国。三人抵达中国后不久，他们的母亲山卓就被逮捕，并带到一个秘密的拘留地点。刘姓姐弟前后三次尝试离境中国，但都未获成功。同时，中国警察告诉这对姐弟，他们没有因犯罪而被调查，也不会被起诉。据称，刘昌明在2007年离开中国，从2012年起就与妻子及两名子女切断了联系。在2015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天网行动全球通缉外逃人员的百人名单。辛西亚在今年写信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指他的家人被当作人质，来诱捕一个他们已不再保有联系的人。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刘姓姐弟都曾是一家收费不菲的寄宿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母亲则在美国拥有价值超过千万美元的房产，但并不清楚购买这些房产的资金是否来自刘昌明涉嫌挪用的资金。刘姓姐弟目前寄住在一位中国家人的住所里，他们的母亲可能仍在拘留中。刘昌明至今依然下落不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法新社相关提问时表示，事件涉及的三人拥有合法及有效的中国公民身份证明文件，而他们因涉嫌参与经济犯罪被中国警方限制离境。值得一提的是，法新社与耿爽的这段问答并没有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会后记录中。中国外交部有时会在发布会实录中除掉涉及当局认为敏感话题的问答，以防相关信息在国内媒体上进一步传播。包括刘晓波遗孀刘霞离开中国富商郭文贵的爆料指控，巴拿马文件中涉及中国领导人家人等问题，都曾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被问及，但在实录上消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网站显示，中国国际追逃的手段主要有四种，引渡、非法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其中并没有提到涉及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的追逃手段。美国国务院向记者证实，他们与刘昌明的两名成年子女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所有合适的领事服务。美国国务院曾经发出提醒，警告中国会用出境禁令来迫使美国公民解决商务纠纷，强迫执行法庭命令，或者协助政府的调查，就连没有涉及法律纠纷或涉嫌任何违法行为的个人都可能会被长期禁止离境，以迫使他们的家人或者同僚与中国法庭或调查人员合作。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近两年内，至少有20名美国公民被中国当局禁止离境。通常这种出境禁令主要针对在中国出生，其后规划他国的人士，而在此案中，罕见的有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被禁止离境的情况。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必须放弃中国国籍，注销护照、户口本、身份证等身份证明问题。但事实上，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在获得了外国国籍之后，并不放弃中国国籍。这些利用政策灰色空间的双重国籍持有者，出于种种原因保留中国国籍，包括享受中国的医保和教育等公共资源，能更方便的入境和从商等。中国父母为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也申报中国国籍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香港护照的持有者可以同时拥有外籍护照，但根据基本法与中国国籍法，这类人士身在中国境内时会被认定为是中国公民，不能享受外国的领事服务。种种迹象表明，北京近年来对双重国籍、有中国背景的外籍持有者执法丝毫不手软。在2016年，铜锣湾书商失踪事件备受关注之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拥有英国护照的香港书商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
中国当局也抓捕了另一名书商，瑞典公民桂明海，他在媒体镜头下认错，并称他考虑放弃瑞典国籍。据《纽约时报》2012年的报道，移民美国的华裔商人胡伟兴被控告非法在中国经营赌场及组织黑帮，用绑架、敲诈和暴力手段对付竞争对手。美国领事馆官员申请探视被拘留的胡伟兴，但被告知因为胡用移民美国前的香港身份证进入中国境内，他不能在中国国内行使美国公民享有的领事会见权利。同时，中国当局正在加紧打击同时持有中国及外国国籍的现象。今年农历春节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曾发布一则特别提醒，称大使馆发现部分已加入外籍并持有中国签证的申请人涉嫌骗取中国护照。对违反上述规定非法获取中国护照的申请人，中国驻英使领馆将对有关证件进行注销或宣布作废处理，有关人员将被拒签或拒绝入境。以上是民进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谢谢收听。中美交锋，谁在对付习近平？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1月27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备受瞩目的习特会将在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展开。在美方的多次强调下，北京方面似乎认识到，这次习特会被认为是中美管控分歧突破临界点和避免两国滑向不可避免新冷战深渊的最佳时机。亲北京的海外华文媒体多维新闻甚至透露，习特会前从北京传出了让步论。该媒体近日刊登《北京观察》，谁在支持川普和 G20 习特会观察中美周旋，谁在掣肘习近平，这两篇文章分别点出，习特会前北京政坛有人在支持川普，有人在掣肘习近平。在中美周旋，谁在掣肘习近平的文章写道，来自中国官方的声音却再次令人感到迷惑，这些声音抛开了中共当下浓厚的民族主义执政色彩，与美国政府内部的实用派类似，多指向中美关系需要向好的方向转变，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将获得渐进式的解决。而中国让步论也在一部分中国官员之间游走，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希望结束中美贸易的动荡感受似乎更为迫切。这一点不仅显现在外交领域，更在经济领域尤为突出。有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官员称，中国在改革领域需要美国的先进经验，中美合作是发展的大事，两国间的贸易冲突升级不能带来任何好处。中国各地方政府对于在贸易领域的纠纷降温亦表现出强烈期待，希望习近平主席与川普总统能够为两国未来的新贸易关系制定蓝图。文章透露，取消留荷访美、强化自身经济改革等措施，显示出中国目前在对待中美贸易战问题上采取的谨慎态度，也表现出北京比华盛顿更为灵活的姿态。中国一直在寻找与美国川普政府在贸易领域上的新契合点。中国官员私下亦认同，本轮来自美国的挑战，对于习近平推动中国深化改革，甚至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可以强力促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取得突破，实现习近平执政啃下硬骨头的改革目标。在北京观察，谁在支持川普一文则指出，在中国不仅对于官方在中美贸易战的策略选择的批评之声公开出现，甚至有中共官员公开表示自己欣赏川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民营企业暗中支持川普。这指的是在中国大陆第九届财新峰会上，龙永图批评在中美贸易战中的中国高层的策略失误。龙永图虽然退休，但曾经是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代表，其意见观点具有影响力。在同一论坛发言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也罕见批评中国政府，他认为不能把计划经济遗留物当成体制优势加以固守，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多闻网这篇文章还引用路透社的报道说，面对中国近年改革力道停滞不前，不少中国民营企业纷纷将川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视为中国政府的改革压力来源，希望能因此争取更自由的开放市场。所以，尽管贸易战并没有给中国民营企业带来什么好处，但不少民营企业家仍暗自支持川普向中国政府施压。中国民营企业普遍认为，中共高层对经济议题大致没兴趣，反而多是着重于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再度伟大。多维网在习特会前貌似追问，北京谁在支持川普？谁在掣肘习近平？但其自身观点也与此不相上下，因为习近平在当前局势下最为担忧的还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裹挟。因为过度强调对美强硬姿态的民族主义政策将导致中国与美国交锋过程中出现灵活度不足的问题，使得本来就身处不利的中国陷入更大的被动。以上是民进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谢谢收听。九合一民进党大败，蔡英文连任受挑战。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1月27日，德国之声报道。九合一地方选举改变了台湾的蓝绿政治版图。选举产生了22个县市的县市长、议员以及乡镇长、村里长。根据选举结果，原本在13县市执政的民进党，如今只守住6个县市，而以前只在6个县市执政的国民党则总共拿下15个县市。另一席是由台北无党籍现任市长柯文哲获得，他仅以数千票微弱优势险胜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民进党除了丢失县市外，总得票率也大幅滑落至约 40%， 低于国民党的 49%。 除了九合一选举溃败外，在台湾同时进行的10个公投中，比较接近民进党政策理念的公投议题也遭到选民的反对。台湾舆论普遍认为，民进党此次惨败是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投下的不信任票。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分析说，民进党这次选举失败主要因为中央执政绩效不佳。他向记者表示，蔡英文2016年当选让台湾民众抱有很大期待。她不仅是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总统，也是华人社会第一位女性领导人。他强调的是谦卑再谦卑，但民众感觉过去两年里，作为一个高民意当选的总统，特别在民生和经济议题上，虽然他的目标是对的，但手法是粗糙的、错误的。多数民众无非要求安居乐业，要求经济的增长老百姓可以来分享，要求两岸关系维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格局。台湾民众既不想和大陆方面进行统一，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关系处于一个对立和紧绷的状态。蔡英文执政两年来，北京以挖走台湾邦交国，要求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等方式，在国际上孤立台湾。在军事上，通过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演习、军机绕台飞行等进行威慑。此外，大陆赴台观光客也大幅减少。而在另一方面，北京又试图在台湾收买民心，比如公布惠台政策，吸引台湾学生及专业人才前往大陆就业等。面对北京讨好台湾民众，同时打压民进党政府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蔡英文提出的经济政策，比如摆脱对大陆市场依赖的新南向政策，并未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应。但是，尽管民进党此次选举惨败，张五岳教授并不认为蔡英文会因此在两岸关系上向大陆靠拢。他说，如果他在两岸关系上做出倾向大陆能接受的调整，那么他未必能得到台湾泛蓝选民和中间选民的认可，但却可能刺激或激怒民进党基本的支持者，失去他们的支持，因此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可能是不大的。台湾政治学教授何思英指出，台湾媒体这两日也对蔡英文是否竞选连任及政策走向是否变化有诸多猜测。一方认为蔡英文会竞选连任，原因是民进党内部并无其他更好的人选，再加上作为现任总统的优势，蔡英文再次竞选未必会输。另一方则认为，此次民意对蔡英文打击很大，
他若不竞选，将成为台湾选举史上第一个不竞选连任的总统。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认为，蔡英文是否竞选连任，既取决于他本身的个人意志，也取决于党内中生代的力量。张五岳说，蔡英文是一个很执着、很有理念、很有自己坚持的人。我相信，如果他有坚强的意志竞选连任，也会得到党内的支持。但如果蔡英文总统努力在做，但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而民进党内部也要求中生代提早来接班，在内外环境的夹逼下，他有可能宣布不竞选连任。他若不竞选连任，包括像赖清德、桃园市市长郑文灿这些年轻一代都有可能替代蔡英文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张五岳同时指出，影响2020年大选的因素还取决于主要竞争对手国民党是否能整合出一个有机会打败民进党的候选人来。在此次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拿下新北、台中、高雄三个大市，侯友宜、卢秀燕和韩国瑜分别当选新北、台中和高雄市长。何思英教授指出，一般认为，而且包括国民党党中央也这么认为，此次大胜是因为老百姓不满意民进党执政，而并非认为国民党有多好。不过，这些政治上有雄厚背景的国民党中生代的胜出显示，他们将对未来国民党的方向打上很深的印记，国民党以后会更接地气。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很可能在老面孔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和前主席朱立伦之间产生。无论是谁，都会对蔡英文构成挑战。让选情更为复杂的是，此次险胜的台北市长无党派人士柯文哲很可能也将参加2020年总统角逐，从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有关蔡英文是否竞选连任的猜测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学者张五岳和何思英都认为，两个月后答案就将揭晓。台湾下届总统大选将在2020年1月举行，距今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因此两个月后，各方都将亮出自己的王牌。以上是民进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谢谢收听。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民进之声 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 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民进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之后您就会看到民进之声 APP 的图标，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民进之声的图标，点击并进入民进之声 APP。 进入民进之声 APP 后，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民进节目，随选播放一栏是民进节目的列表，热门排行一栏是民进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民进。下载民进之声 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 iOS 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民进之声 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 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在搜索栏输入民进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之后您就会看到民进之声 APP 的图标，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立即点击 Open， 打开民进之声 APP。 进入民进之声 APP 后，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民进节目，随选播放一栏是民进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你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 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明镜之声 APP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 YouTube 频道观看视频。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 APP 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明镜之声 APP 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下载明镜之声 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随时随地可以听到，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 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